今天正经一点，跟你们做一下这个答疑题。经过我数次的思想斗争，我放弃了穿甲鞋，穿上了 CD 鞋啊！从此之后，飞一般的感觉。首先是这个符文，大符文在先攻，然后这个小符文呢有两套，一套是对面阵容比较脆，选择这个红色系，猛然左手标记，还有这个僵尸守卫。如果对面比较肉，比如对面上单是个前排，辅助还是个硬辅，打野还是个战士，比如说赵信、瑞文、狗熊这种的，那么对面的阵容我们就定义为偏肉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带这个精密系，也就是黄色的风暴聚集、巨人杀手，还有这个吸血。后面的小符文永远只带这个过度生长，只要你打野，对吧，基本上必带过度生长。对面打野不带啊，你不带的话可能没什么影响，如果对面打野带了你不带，那么你就吃亏的。所以符文的话是没有 CD 的，我们没法带超燃，只能从装备上进行更改。之前我都是啊，第一件穿甲鞋，然后幽梦巨石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幽梦巨石加个鞋子只有25的技能级数，大招巨长，特别折磨。结这个版本特别依赖这个 CD， 因为你没有大招，不管是大团还是小团，你看都不能看，你伤害再高，对吧，但是你 CD 慢，上一波打架你用了，这一波再打你没大，那你只能在旁边看。然后这边寡妇二级反我也不是，你真当杰哥没有数值吗？啊，我闪，哼，啊，确实前期杰的话确实稍微弱一点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末期少年穷，这边五级 W 过来直接收掉这狗头，装备我只推荐一套最稳的，你们可以进行微改，比如说黑切换成三项。至于后面这个大穿甲，组牌的时候用塞尔达，因为你组牌的队友肯定知道帮你做重伤，单排的时候啊，你用重伤就行了，别指望单排的队友给你做重伤了，就算给你做了，对吧，你欠人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帮你挂。所以啊，看对面的阵容，如果对面有奶妈，这个英雄一定要做重伤，你冲完幽梦直接做那个小重伤就可以了。然后第二件 CD 鞋，再买个巨石，后面就黑切大穿甲复活甲。至于这个大符文啊，我现在是首推先攻的，先攻很明显比征服者啊伤害要高一些，征服者打的是持久战，先攻打的是滚雪球，而且只要你能触发，先攻打前排不比这个征服者差，所以你熟练度高的级带先攻，对吧，你熟练度不高只歪了几十把，那么你就带征服者。然后这边的话一杠二的狗头出的是三项，也没带虚弱什么的，我三杠一的级啊，直接来逮捕他，先 WE 触发先攻，落地三花巨顶 A 一下回来赶紧跑。看了没，这个版本的级非常极端，对脆皮的伤害比上版本高，但是打肉是明显低于上个版本。你换上个版本，我经济优势这么大，出三项的狗头肯定随便杀，但是这个版本的话就有点乏力了。所以说咱们玩劫啊，先从对面脆皮下手，以前打团我是不管对面就在我面前的是肉还是脆皮，都是可以直接大招然后回来用这个 AOE 去蹭，即便没有大招脆皮，但是也可以通过这个 WEQ 的这个 AOE 把对面脆皮打成残血。但这个版本啊，能给脆皮尽量给脆皮，因为我试了好多次啊，打团就大招回来 WEQ， 对面脆皮也就掉个三分之一血，除非你三个飞镖全中啊，这个时候说不定能打成残血。这边的话你看亚索的话我是很容易就杀了，但是这狗头你想都别想。这边的话我只能跑，结果这个光辉啊，因为这个视野破楼的原因看到我了，你看人家光辉的伤害，你再看看毛哥，对吧，中单法师三段位移，对吧，有控制还灵活，就是没伤害。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掌门的胜率，奥恩这个英雄削了两次，登场率 10%，败率76，胜率54。这个数据的话不能，对吧，不能全看数据，因为有的英雄他玩的少所以胜率高，绝活哥在撑着，但是奥恩这个英雄 10.6% 的出场率，这么多人玩的情况下胜率还这么高，而且是在败率还这么高的情况下，只要不败别人就玩，玩了之后胜率还这么高，我就问奥恩现在强不强，是不是很强，对吧，有的人用奥恩上分，反手来一句奥恩不强，生怕别人跟他抢奥恩，你跟他说，对吧，你有本事别玩奥恩，他就说你杠，说什么啊，这个版本单带英雄强，奥恩处理不了单带，奥恩为什么要处理单带呢，你只记得逆风的情况下你被对面上单带得很难受，你永远记不住自己顺风的情况下又肉伤害又高，把对面控在天上下不来，这个你记不住啊，因为很简单，人嘛只记自己难受的时候，因为只有难受才会印象深刻。不管是游戏内我的感觉还是看数据，奥恩这个英雄经过两次的削弱他还是这么强，我觉得就算给奥恩哭弱也轮不到一个玩奥恩的给他哭吧。我记得以前杰刚改版能打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杰纯超模，我天天在视频里啊吹这个打野杰还做教学，我用人家上分了我不得帮人家吹一下吗，有的人拿奥恩上分，上完分之后呢还得说一句奥恩不强，这不典型的拔鸟无情，你用完了人家就扔啊。我还记得我用杰大顺风三件套打一个一件半的奥恩，我没打过啊，差点被反杀了。如果这还弱呀，赶紧去隔壁玩召回真血。
那个东西强，那个适合你。